束的心跳等你出场，我放开了胆量，我放纵了想象，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金9999领昌品牌梦君园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在这里我们给我们黄金一百秒的全国的观众拜年了，过年好。没错，再过几天就过年了，羊年即将到来，在这里两位主持人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喜气洋洋，一帆风顺，扬帆远航。好，左边的词儿，也祝大家生活闪闪亮，心情闪闪亮，梦想闪闪亮。此时此刻，神州大地万象更新，华夏儿女掏出了手机，继续，华夏儿女掏出了手机，拿起手机对准屏幕的右下角扫描一下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杨帆年年都在等待这个旋律，来再多说两句。没了。好的，今天是浓浓的这个过年的气氛，而且我们每一位挑战者在表演之前也会给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来，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凤凰传说。来，你们二位好，欢迎二位。过年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三位凤凰传说。杨帆在主动的唱，情不自禁。对，他突然觉得今天是一个组合哟。来继续。那在马上过年了嘛，我们需要给大家送上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塘月色映凤凰，下联是月亮之上写传说。那希望在新的一年呢，能够祝大家自由飞翔。谢谢。都是凤凰传奇的歌，这歌名组成的对联。跟你们的组合的名字也有关系，对吧？凤凰传说。是的。也就是说你们平时的演唱大部分是凤凰传奇的模仿。没错。对。但是这个模仿可能是很多新人歌手能够迅速的吸引观众眼球的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实话实说，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是模仿会不会给你们带来困扰和苦恼？其实有影响。因为像去年的一些歌曲啊，像江南 style笨爽，还有小鸡小鸡、小苹果，传唱率都非常的高但是却没有凤凰传奇的歌曲嘛。为什么呢？暂时没有他比较火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都在忙自己生活那方面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因为他们一直前这么长一段时间都在奔自己的事业，应该留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没错。那你们怎么来去面对过去这一年呢？那我们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凤凰传奇的方式来演绎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神曲。哎，用凤凰传奇的方式来演绎当下的神曲。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歌名可以用凤凰传奇的方法唱吗？可以。可以。掌声热烈一点，就当给大家送过年的礼物了，好吧。来，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试一下，如果演得不好的话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来，听这。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
传奇的意思。小张朋友走开起来，真棒真棒，真好，多好的一份新年礼物呀。对啊，也祝全天下的观众朋友们鸡年快乐。不是鸡年呢。真好啊，就这样要休息一下，很棒，就把这一年的神曲都帮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还真有点凤凰传奇的改编的意思啊。我总结了，就是像凤凰传奇唱小苹果，就是加个苹果云朵。你够坏的。新年有什么新的愿望？那我祝愿我自己的家人能够身体健康，也祝愿我自己能够快速的找到另外一半。那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幸福平安。你们俩也只是工作的搭档。对，是的。啊，我们是生活中的好朋友，然后在工作上我们是很好的搭档。哦，嗨，那多没意思。不是啊，那多有意思。好的，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心想事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加油。黄金一百秒属于你们，计时开始。彩云飘飘尽在燃烧，爱在跳跃落在怀抱，一缕阳光把心照亮，我的梦想为你披红妆，你的眼眸让我心跳，我的臂膀给我依靠，一缕星光穿过天堂，我的愿望住进你帐篷。姑娘大声唱，我牵着风儿牵着花香，牵着光芒牵着希望，牵着情歌牵着梦想，走进你的心房。来，全场朋友一起唱。是狼狈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月色。是狼狈的快乐，我风干了寂寞，在幸福的天空是我的所有。传说，尽管你们俩现在还在模仿别人，但是你们在舞台上有一个魅力，就是你们俩演唱都非常的投入和认真。谢谢，期待着你们早日拥有自己的作品，好吗？谢谢谢谢，送给你们。谢谢凡哥，继续加油。哇，谢谢，现在真的很漂亮，谢谢。真的很漂亮，谢谢。不是你这很漂亮，瞅瞅人家，我就收下。哎，谢谢，我爱你们，谢谢，我爱你们。掌声送给凤凰传说，还是好搭档啊，没错。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 Hello good everybody, my name is 杨秀云 I come from 聊城市的 in 山东 province international。 我觉得今天的冠军就是我，夺冠不会那么容易，冠军肯定就是我的。好，娱乐圈还有这样吗？我扮江南 star。 掌声有请杨秋云。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这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礼包，哦，里面东西很丰富，我要送给大家了啊。我这个大礼包有999朵玫瑰，888个心愿，777串问候，666颗友情，555个祝福，444个平安，333个开心，220个如意，111个快乐，000个烦恼。你是为了给我们节省时间吗？对，建明哥、帆哥，我还要，因为要过新年了嘛，我一定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一副对联。好，确切的说是两副对联。哎，我强加一副，就先送给现场的朋友们以及电视之前及那个及之前的朋友们一副对联。上联是。上联是。不怕失败，不怕输。下联是，就怕有梦，不追逐。好，横批。横批，他没想出来。扬帆之帅。啊，扬帆之帅。佳明哥更帅。那个还有一副。啊。这一副呢，我要送给今天我这些同伴们，我这今天的选手。在送给这些选手一副对联之前，我还要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其实我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在山东很响亮，叫鸟姑，顾名思义就是小鸟依人的姑娘啦。不是，不是小鸟的姑姑啊，小鸟依人的姑娘，就是鸟姑嘛。所以下面的对联来了，你们听好了，今天的选手。上联是。上联是，不怕失败，不怕输。一样的。下联是，就怕对手是鸟姑。横批，姑就是姑。姑就是姑。对。很好，我喜欢这一对儿啊。没错，没错，没错。刚才通过这个短片，又让我们温习了一下你上次来黄金一百秒的这个片段。我们看到这身衣服和你的造型似曾相识。是不是参加完节目之后这衣服都没脱呀？对，没一样的。对，我还一直怀念在这个舞台的感觉。那个，我还想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好，我要用一首歌来再介绍我一下我自己，还有我的生活状态。好，一首那个鸟姑很忙送给大家，好不好？好，来，有请秋云，有请鸟姑。我 sorry 有点紧张。我鸟姑很是得意，我每天都很甜蜜，每天都勤勤恳恳，为了幸福的家庭，我幸福的有道理，现在就来证明。接下来先介绍我自己，我总是穿着牛仔，我每天三滴牛奶，我拥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的美丽，我们都非常聪明，我们很爱自己，俺家牛肉汤天下第一。咦哈，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你们有几个一起做好了，炒菜需要我，端上需要我，鸟姑很忙的。 Oh yeah, I'm so pretty, oh! 不错不错，
这次来和上次相比，最大的你自己感觉？其实我真的很紧张，那个嘉明哥，这一次来肯定压力会比上一次大，很多观众知道我了。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上次失败了，但是面对失败不要太计较。没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机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肥而不腻。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会得冠军的，哈哈。不是，江明哥，其实我这次真的很有压力，因为第二次来我需要更大的勇气。好的，秋雨啊，你这是第二次来啊？那个喊口号的时间到了是吧？我就再说一句。我临出门的时候，我妈跟我说：“闺女啊，你是块金子，两句总会发光的。”三句。那来到这之后，俺信心满满的来了，看看架不住这遍地都是金子呀，所以俺只能想办法做块金镶玉了。可洗手机，金镶玉也有那么几块，没有办法了，没有退路了。这个舞台它硬生生的把俺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钻石。我知道了，要喊口号了，所以我自己加了一句：是金子总会发光，我是钻石必会闪耀全场。吹散了吗，嘉明哥？这你说。给我加油好吗？一百秒计时开始。我是鸟叔失散多年的妹妹鸟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俺们的生意非常红火，那挣老鼻子钱了。为啥红火？牛肉好啊，那不是吹啊，就俺们家那牛生前都是俺亲自伺候的，那真是谁长出被剪指甲，听着音乐做 SPA， 舒舒服服就上桌了。所以那牛肉没得说，就跟俺的身材一模一样，肥而不腻。哎，可以这么说，鸟姑牛肉汤尝一口，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你根本停不下来。喝一碗，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上五楼根本不喘气儿。你要是天天喝，嘿，咽好每口就喝，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朋友，您还在为脱发掉发而烦恼吗？请喝鸟姑牛肉汤，保证让您的毛发像牦牛一样茂密。帆哥，您还在为内分泌失调而忧愁吗？请喝鸟姑牛肉汤，保证让您身体好，来年生个好宝宝。鸟姑牛肉汤一年卖出3亿多碗，连起来可绕地球30圈，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鸟姑牛肉汤一切皆有可能。 I'm the end of the world。 Oh yeah， 挑战成功。小小的礼物送给你，来，掌声送给杨秋雨。抱你一下，我好激动，我杨同学，谢谢你，借用了你一下啊。好的，谢谢秋雨，休息一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孙飞。欢迎孙飞。新年好，大家新年好，孙明哥好，你好，杨方克好，新年好。我的名字叫孙飞，我来自辽宁大连。过年了，有什么样的祝福？过年了，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为我是一个杂技演员，所以说从小练杂技，一直坚持过来，所以说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也是你的心得体会。啊哈！今天来我们的现场，你有给我们大家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吗？我有几个动作代表
吉祥的意义送给大家。好啊。啊，那我先来。这个动作就能做祝福。用形体来表达祝福吗？对，那我先有请杨帆哥，你能不能做一个 S 的造型？其实就是展现还用做吗？他长就长得很 S， 就是展现我的曲线美，对不对？是的。S 啊，想清楚啊，看哪弯，看哪弯哪翘，想清楚 S， 你这叫 S 的造型，你这叫哎呦，哎呦妈呀！这是展现，是展现出来。但是这也不美观呢。那我用我的才艺给大家送上一个 S 的造型。好，我帮你拿话筒啊，菲菲来给我们展示 S 型。要美啊啊！啊！哇！不比不知道，一比它掉过来了。那你看，所有这么优美的动作，就像你说的，得吃得苦中苦，对吧？方为人，这得练了多少年啊，才能练这么柔韧？我从小6岁开始练杂技。哦，那你新年有什么愿望吗？那我今天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我很高兴。我也有一个梦想，因为我这个杂技舞台生涯很短暂，我希望借用这个短暂的时间走入更大的舞台，希望能走入春晚的舞台，然后用我的才艺去给更多的观众送上祝福，去感染更多的观众，给大家带来更美好更开心的快乐。说好，有理想有抱负，没错。也希望，也真的希望春晚的导演会关注我。但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你刚才你那个设施很美，但是春晚这太简单了，能不能我给你提个建议，就把你这种柔韧的动作转化成比如说新年拜年呢、啊、特别吉祥啊，那种寓意的。那我马上是羊年了吗？嗯，然后我得做个羊头的造型，叫羊年大吉，送给大家。哎，好，羊年大吉啊、这是个羚羊啊！啊，这是俩大羊犄角。没错。嗯、很有创意啊！好，不错，谢谢菲菲。那这也就一个镜头。那又再来一个，我们可不可以集体帮我配合一下？杨帆哥和嘉宾哥帮我配合一下，就是一个抓着我的脚踝，然后嘉宾哥抓着我的手踝，直接给我举起来。我们往上拖就可以。哎，对，两个手和脚就是放并起来。这有什么寓意呢？叫鲤鱼跳龙门。那我俩就是门是吧？是。我们俩是门童。我是一个鲤鱼。但是没有问题，你信任我们俩是吧？可以，相当信任。好，我们怎么来？我抓着脚，你抓着手。春晚导演，对不起啊，这不是人家的问题。那好。谢谢菲菲，很有创意的一个造型啊。没错。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春节晚会的导演一定在看我们这期节目。谢谢，很荣幸，真的。此时此刻，我们的选手即将登上黄金舞台，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导演在看吗？主持人也在等待啊。来，请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黄金100秒，属于菲菲，计时开始。
怎么觉得他就像把自己的手弯了一下，这么自然？他的身体每一个关节都可以动啊。菲菲，太棒了！喜欢这个造型吗？继续努力好吗？好，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掌声送给菲菲。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严庭龙、宋娟夫妇。哇，这真是有年味儿啊！哇！年喽，二位好，本店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想死你们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俩给大家准备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金狮银狮贺新春，下联是龙腾虎跃耀龙门，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多赚人民币。二位除了是这个工作上的搭档，生活当中是？好的，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山东运城龙田武校的宋娟，这位呢是我老公。我是来自山东运城严庭龙。有点腼腆啊，老公。马上就要过年了呢，我们先来个狮子送吉祥吧，就做个狮子送吉祥的动作。好，来，我们帮你拿话筒。狮子送吉祥。哇，这狮子挺调皮，很有活力啊。呀，鞠躬呢，太客气了。好，哇。这是三鞠躬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呢得需要杨帆老师给我们配合一下。是啊，就是咱说那个羊年的嘛，三羊开泰，你说嘛，比较吉祥。你看，你说，我跟你配合一下，咱们现场观众都笑了。这个没事，这个不想咋地那样哈。对，还是狮子胆大。没事，你行的。这个需要三个人来完成。观众朋友们，你们说他们行吗？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能胜任，三羊开泰嘛，我姓杨嘛，对不对？怎么也添一羊了。没关系，即使把你叼起来扔出去。我也过年呢。你的话筒也得给我。你腿抖什么抖？吉祥动作啊，欢快一点，杨帆，欢快一点。哎，过年了。让我们转起来！这个不错。我还说你要真最后一落地的时候跪下，我就给你找红包了呢。
什么感觉？挺棒的，挺棒，挺棒。这是什么寓意啊？给我讲讲。这个杨文老师，你现在头晕吗？晕呢。晕就是鸿运的意思哈、啊，晕就是运，鸿运当头。晕，那就是好运来了，对不对？对。谢谢，好运来了。运。哦。啊，感谢两位。好了。两位是先搭档后恋爱，还是先恋爱后搭档？这是要问夫妻档的一个老问题了啊。你说吧。我们后来有搭档的。啊，先恋爱。对。先恋爱。哦，那谁是师傅呢？这门技艺。我是师傅。哎呀。你师傅结婚多久了？结婚8年了。啊，已经8年，老夫老妻了。对。啊，你们家平时是狮子头说了算还是？我觉得好像是太太应该是说。我说是应该是狮子尾说了算。哦，哎呦，是吗？那平时在表演的时候，像你们配合的话，是听狮头的还是？这个谁是这个是应该是听这个是听狮头的，是听狮头的。对 对狮头是方向盘，是方向盘啊。我就是发动机。你就是发动机。那你们家里就是反过来，家里你还是方向盘吗？我是有驾驶证的，那我就是司机。今年有什么愿望？我的愿望呢，就是给我老婆在这个央视舞台上呢，这个把这个金项链给他戴上，因为啥？我们结婚的时候条件差一点，这个结婚8年了，这个愿望我一直没有实现。这样呢也好，我感觉舞狮子哈，本身这个运动比较危险，也有挑战极限性和力量性。我感觉呢，只要是用我们的表演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哈，带来欢笑，我感觉值了。像是从金庸世界里面走出来的夫妻啊。个个有绝技，然后相知相爱，结伴同行，像郭靖黄蓉啊。没错，非常棒。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两位请登上黄金舞台。有请郭靖黄蓉。黄金100秒属于你们，计时开始。我生身之虎，我家在之龙，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我挥手起舞，我舞动生风，看我东方升腾的中国龙。青年的儿女拼成一股绳，不信悠悠神州，我不好可爱哦。浩荡气如涛，汹涌亿万隆中，风起云涌之中，有我中国龙。日夜经过磨难，队友过经磨难，经苦痛，龙族人心峥嵘。你绝不平凡，我也绝不孤独。哇，比我刚才那个猛多了。这很有难度啊。接下来老公还有个精细的活要完成，对吧？来吧。带的时候有什么话要说？老婆，看着说，看着说。咱们在一块已经8年了，这个愿望我一直想实现，但是因为呢咱们条件差一点哈，不过我也努力了，通过今年的这个项链，在大伙的见证下，请你接受。
谢谢。哎呀，谁说会功夫的人都是粗线条的人，同样可以浪漫更细腻。让我们共同送上祝福的掌声，也祝你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继续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毛林。欢迎毛林。你好。两位帅哥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毛林。你穿成这样让我就感觉春节已经过了，夏天要来了。没有国际范嘛。国际范，南方的朋友也过春节了。先给大家拜个年好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然后为大家送上一副对联：爆竹声声辞旧岁，金光闪闪闹新春。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天天开心啊。看着你就很开心。对，多细心啊，天天开心啊。谆谆教导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啊，我叫毛林嘛，江湖人称毛哥。为什么大家要称你为毛哥？因为别看我今天穿得这么性感啊，其实我的性格很男人。You know, man. 我自我介绍还没说完呢。哦，对不起，打扰毛哥了。然后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大学生，我是学英语专业的，同时我也是一名舞蹈老师。所以你在读书的时候，现在大学期间就在勤工俭学了，对吧？对，勤工俭学，因为说实话，我父母真的养我不容易，我就自己到处攒钱，到处演出，到处出去教课啊，这样挺开心的。怎么那么开心啊？因为我看到你就非常的开心啊。哇，真的是啊，今天终于近距离接触你了，帅哥。他长得那么好笑吗？他是开心。没有。主要是大家都知道重庆妹子有个特点是吧？有个特点是啥呢？辣。哎，对，就是辣，不错。我就是那种爱唱爱跳爱说爱笑的重庆辣妹子。哇，性格非常好。那要不就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小段你的舞技好不好？因为你也是舞蹈老师嘛，对吧？其实你可以和我一起来。没有，我来欣赏就可以了。 Come on， 我来欣赏。哇，哇，他的动作很大呀。亚帆，我估计这种风格你想加入也比较难。我是觉得这种风格上不了春晚。你看的话是我的造型 ，Come on！ 那边镜头，掌声在哪呢？谢谢大家，我爱你们。啊，来有请。有请毛哥，毛林，新年有什么样的心愿啊？新年啊，新年我就希望，当然是希望我自己能够越唱越好，越跳越好。你的理想，而且我希望有一天，就大学毕业后，我能够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室。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嫩，但是我觉得，我会一直努力的，不管有再苦。再难，遇到再多困难，哪怕跌倒了爬起来就是，我会一直努力坚持下去的。很棒，只要坚持就能实现你的梦想。好的，从我们的黄金一百秒开始好吗，毛林？好的，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The first time
想来了个呆萌，想来了个呆萌，想来了个呆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王爱菊。欢迎。你好王爱菊。小金老师好。你好建华老师好。你好欢迎你。你看我终于上到家里再来了。你们今天上帅多了。是我们不怎么上镜。今天不是过年了吗？给你们送苹果来了。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拜年，送苹果来了。谢谢。大家都一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对，这苹果就是好寓意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把大的留给佳明哥吧，我就来个最小的。不要，你不要这样，你把篮子留给我就行。今天不是过年了吗？嗯。然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副喜对联。好。哎，上联是多劳多得人人乐，下联是丰产丰收岁岁甜，祝大家。收入旺旺，年年有余。好，太激动了！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上那么大的舞厅，特别紧张。我是来自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十里镇陶然村的村民。我从小就跟着我的父母种苹果，种了30年了。然后我又喜欢唱歌，老百姓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苹果姐。其实看你这身造型，大姐有点似曾相识啊。你这个好像在什么节目里边哪个演员好像就是你这种感觉。谁呀、啊？好像有人提醒我，这像谁？二，有点说有点像那星光大道那王二妮是吧？那你看你今天的这个造型跟王二妮也挺像的，要不你就唱一首王二妮的歌给大家。我还有杨华，杨华兄弟，我还有邀请你啊，邀请杨华兄弟，帮我实现一下我的梦想。还有一个梦想，哎，就是这个，正好要是春晚的这梦想，必须让你了，宝宝搭档一下，因为那个我的偶像是王二妮，去年的时候他登上了央视的春晚了，我特别羡慕他，但是呢，人有个阿宝，和他一块登上的，所以我也去年是王二妮和阿宝一起上春晚唱的歌，对，对所以你的意思是，我邀请杨华兄弟和我一起，咱先感受一下央视春晚。那种感觉，卓卓，我也知道，大家也知道你的梦想和我的一样。不是你，大家会说，因为这根本不是秘密啊，全国观众都知道。大姐，我跟你说，我们两个是我亲弟一起登上央视春晚，好不好？好不好，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其实我没想到观众都那么期待，那就上，那咱就上。我有魔法，让你瞬间变成阿宝，好不好，观众朋友们？大姐给你准备了礼物。变阿宝了，自己会系这个毛巾吗？来个亮相吧，来，先背着观众啊，来。两个人同时转身，掌声有请王二妮、阿宝。二妮呀，那咱们这就登上春晚了，那咱们在这个春晚上给大家唱什么歌呢？
敢唱一首那个阿伯和我二年他们两个特地唱了一首《沙大的花开红艳艳》，这首歌特别写情，你喜欢唱吗？我就来最高音，好不好？好了，别的前面那个太低。千家万户，哎嘿嘿哟。真棒，最后那一声真是灵魂的呐喊。谢谢杨华兄弟，谢谢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艾菊？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世界的都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刚才的礼物送给您，谢谢的黄金一秒的一百秒这个舞台给我守护了这么多，然后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呢。还有请求？我那结婚的时候我要金项链，那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没有钱买，我对象没有给我买上，我到了38岁那年才给我买上的，过来以后不知道吗，我丢了，我丢了，到现在我也没告诉我对象，我也没和他说，我也没和他说，这个夏天一直我没戴，我又买了个假的。我对象大大咧咧的平常，老公，对不起，这都是我通过我的努力得到的。啊、哦，王大姐的爱人也来到现场，特别感谢我，特别那个支持我。我记得他来北京，他坐火车送我来的，这一次他把我迷路了，又溜了，和孩子又来的。所以现在赢得了金项链以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啊。过一天就是我的生日了，还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也当时多是我的生日礼物，我感觉。这样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觉得可以和姐夫和家人一起分享啊。那是你的宝宝吗？对啊，就是我。没错，虽然刚才王大姐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口音，我听不太懂，但大概我听清了。我相信姐夫会认为这个项链比那个还有意义。谢谢大家，祝福你们，谢谢，祝福全家，谢谢。好的，来休息一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陈辅明。
你好，孔明。你好，嘉宾更好，杨帆更好。你好，哇。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哦、嗓音很亮啊。自我介绍一下，在这里啊，我看到很多的选手已经给大家送上过年的对联了，我也给大家送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国泰千秋盛，下联是家和万事兴。同时呢，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心想事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杨帆有没有发现，就从他刚才这一段这个感觉，他应该是我们的同行，是这样吗？这样吧，杨帆哥，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叫陈辅明，今年28岁，来自山东省莱芜市阳里镇陈王师村。我呢是一名婚礼司仪，同时呢也经营了一家婚庆公司。说到这里呢，我特意的要跟杨帆哥和嘉明哥说一下啊，我呢觉得我跟咱们中央电视台特别的有缘。哦，请讲。具体一点说，应该是和春晚有缘。因为我特别爱看春晚，我觉得是春晚伴随着我成长的。那这样我就考考你吧，既然你说你是咱们央视春晚的忠实粉丝，每一年的春晚都有很多经典的歌曲，你爱唱歌吗？ 对吧？对对对对，我考一首看你能不能唱，好不好？好。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春晚当中李谷一老师的那首《相恋》，你能唱吗？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种千金。无论何时，这也是春晚的歌。无论何地，为了春晖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这也是春晚的歌。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路越快，我牵着马迎来日出。这都到哪儿了？到花果山了。无论天涯、要结束了，与海角，主持人，快主持人，山中万里同此时此刻，神州大地万象更新。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在明年的春晚，再见。字幕啊，这是走字幕了，总导演。一下给收不住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所有的选手在帮杨帆圆春晚梦。但是你这个有点意思啊，你这是一首歌把所有春晚很多经典的歌串到一起了，集锦吧。我觉得有点不太着调啊。这个有的时候在家唱歌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感觉就来回的串了，就刚才也是没有感觉的就夸夸过来了。但是孔明很棒，台风很正，而且他在舞台上很放松，而且就简单的那么一唱听出来了，这个歌也应该受过训练。没错，嗓音还是不错的，很期待你的表现了。好，谢谢吧。谢谢，谢谢哥。准备好了吗，陈辅明？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万事兴。这也是今年春晚的主题。
家和万事兴。福兴旺，母慈儿孝敬，众人拾柴火焰高，拾着宝泉的千金。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国安享太平，享太平，国强民财富，民富国安定。大河涨水小河满，众人栽树树成林。老百姓啊，行人这个礼，家和万事兴，万事兴。中国人啊，都信这个礼，国安享太平。非常棒的演唱，谢谢江哥。来，小小的礼物送给你，加油！掌声送给陈凤鸣。来休息一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刘敏。你好，新年好。江林哥好，三哥好。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好朋友，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新年好，欢迎你。我叫刘敏，是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一垦中乡茂福沟村的一个农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特别开心，因为过年了，那在这里也给大家送上一副对联。好。上联是回家过年，全家团聚迎新春。那下联是出外打工，勤劳致富奔小康。好。还有今天特别高兴能够站在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因为作为一个农民工，非常难得能有这么样一个机会站在这里。因为马上要过年，那我一年出来都在外面打工，主要是我还是怕今年回不去。因为每年都是特别的忙，我已经连续有两年春节没有在家过了，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舞台能够站在上面，我就特别开心。因为即使我回不去的情况下，我的家人也会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我。今天我也想对着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我想对他们说两句话，可以吗？嘉宾已经成家了啊。嗯，对。来，面对那台摄像机。首先，先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因为我一直在外，那家里面有30几亩地，全要靠我的父亲和母亲，你们俩，在家忙活，所以说。儿子回不去，不能够尽到儿子的责任。那慢慢说。希望你们二老能够保重身体。虽然说家里的地多，我不能去帮你们，但是儿子有这个心，我尽量的在外面多挣钱。希望你们能够安度晚年，特别是妈妈，因为您前年在这个车上。3米高的车上，因为他装那个棒子接，我们那边叫玉米接杆，在车上摔下来以后，一直身体就是特别不好。妈妈，注意身体。这是对爸爸妈妈说的话，有什么话对太太和孩子说吗？老婆，从你跟我的时候，我就忽悠他说，我说老婆，你跟了我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绝对不会让你干那么多的重活。但是从跟了我以后，因为在孩子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就要忙。您在家既要看孩子，还要去赡养父母，还要去尽到很多责任。所以老婆您辛苦了。
最想说的就是我的女儿。刚才说了，因为在女儿一个月的时候，刚出生一个月，我就要出来打工。第一年回家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是做爸爸的心情特别复杂。当我回到家门口，那个看见孩子的时候，我想在孩子抱在我的怀里，然后想亲热一下，就是觉得好一年没见了。但是我想去抱他的时候，他不找我，他觉得我是个陌生人。刘敏说出了许许多多在外打工的人的心声、心里话。你说为什么大家对春节这么看重这个节？因为这个春节的核心是团圆。为什么大家对团圆这么看重？因为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团圆不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事儿，它是我们心中的一种很难得、很珍视的东西。没错，对，没关系，身不能团圆，心要在一起团圆。用你的歌声，把你的爱，把你的情唱出来，好吗？好的，准备好了吗，刘明？佳明哥，我能不能对着电视机前我再说一句话？可以。就是我希望我的领导能够看见。那我希望对领导也有话，这是对领导公有。我希望领导今年能够给我一个假期。我过年真的没有什么愿望，我只想回家，我真的想回家。希望天下的领导都听见了啊！其实将心比心，互换一下位置，大家就都能体谅了。春节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没错。好了，心里的想说的话都说完了。说完了。可以一身轻松的登台了。可以了。我说了，把你心里的爱和情都用歌声唱出来，好吗？好的，请说出我们的口号。刘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属于你，计时开始。妈，我有一年没有回家，想你的夜，多想说说心里话。爸，你的身体现在好吗？以前是我不听话，让你操心了。爸，你的酒不要再喝了，烟就戒了吧。寄给你们的钱，不要不舍得花。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不要对我再牵挂，我已找到心中的他，马上就带他回家。真的想回家，陪陪爸和妈，吃一口妈做的饭菜，多少回味啊。真的想回家，真的想回家。挑战成功。谢谢谢谢大家，特别好。今年回家过年，给媳妇儿的礼物我们帮您准备好了。我一定会的，因为在妻子结婚的时候，一直想要一件像样的。我只给，说实话，在我们那块儿有一个传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女人结婚的时候要带三金。那当时我就差了一样，差了这个项链。那今天得到它，我也特别开心，回去送给你，老婆有项链了。所以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啊！一定回家，掌声欢迎刘敏。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万纯金9999领创品牌梦晶园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我们第一环节全部结束，根据我们的规则，在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才能够进入再战一百秒。
再次邀请电视机前的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观众支持的前三名选手分别是第一名严廷龙、宋娟夫妇，第二名孙飞，第三名刘敏。祝贺以上三组选手进入了再战一百秒，更要感谢其他所有选手在第一回合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更要期待三组选手换装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严廷龙、宋娟夫妇进入再战一百秒，一百秒计时开始。豪情在天，谁能与我争锋？清风在手，谁能一剑屠龙？冲原逐鹿，方显英雄本色。武林风起，自当齐团相合。相当灵活，方显英雄本色。武林风起，自当齐团相合。仗剑八万里，横戈天地间。侠骨傲气，江湖任我行。绝世有神功。接下来掌声有请孙飞进入再战一百秒，一百秒计时开始。哇，好看啊。哇，这个视觉效果很特别啊。特别像刚钓上来的一条鱼，它活蹦乱跳的。美人鱼诞生记啊，好，掌声送给孙飞，谢谢。接下来有请刘敏进入再战一百秒，请准备，一百秒计时开始。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了，你本来模糊的脸
竟然渐渐清醒，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茫然回头你在哪里，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茫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好，谢谢刘明，掌声请出另外两组选手。这是一枚由中国万春金9999领创品牌梦君园为今晚唯一那一位选手打造的9999纯金奖牌，谁能戴上，现场观众说了算。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轮的投票，请记住他们的编号：一号严廷龙宋娟夫妇，二号孙飞，三号刘敏。再次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下载黄金一百秒的官方客户端，请上传您的才艺视频，祝您赢得大奖。谁是您心中的黄金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请投票。投票结束，现场的观众决定将这枚9999纯金奖牌赠予舞台上的。现场的观众决定将这枚9999纯金奖牌赠予舞台上的。二号孙飞，祝贺孙飞。节目的口号，日子总会发光的。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再见，祝贺。